来来来，今天跟我去探一间位于唐人街小巷里的中式咖啡店。这里分室内和室外两个区域，这里有很多特制的饮品，但是你一定要点的就是他们的招牌。看着泰国小哥哥认真制作的过程，我真的很想快点喝到它，想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让我细细地品一下它的味道吧。一边品咖啡，一边看着对面泰国老华侨的生活状态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约上三五个好友，来一壶茶，再来一些点心，那味道真的是太棒了。他们精心布置的装饰有没有打动到你的心呢？如果你对这间店感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住在这里一两晚，同时他们也做家庭式旅馆。想不想看一下他的洗手间和冲凉房呢？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好喝的咖啡，而且还可以住在店里面，真的是一举两得。关注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泰国咖啡店。